饱了哈，我们刚刚吃了，刚刚喝了那个，灌了天然的东西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打的。那现在呢，等一下要吃药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Teddy bear， 是不是？是不是 Teddy bear？ Teddy bear， 好，第二。那这个 Teddy bear 呢？你看这边。这里 Teddy bear 再围上去，好不好？很棒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等一下要吃药了啊！现在是吃药时间喽。来，我来给你吃药。刚刚就洗过了嘛，对。那冲过没？有没有用这个？冲过了。冲过了，开水冲过了。赶紧对。你有照到我吗？有。现在给妈妈吃药。哎，我觉得很棒。来，女儿可以冲，可以帮妈妈。亲手喂药，是一种幸福，对不对？妈，原来我不太敢跟你弄药，因为呢，害怕自己弄不好，对不对？不敢弄。那现在呢，有他们的这个护士啊、护佐啊，还有这个啊。在旁边看着我，我就比较有信心哈。我看我要怎么弄呢？就是先打开来，然后把那个插进来，药放进去。不要担心啊，一定会好好的哦。好，然后把这个插进来，插进来了以后呢，放点水。因为这是吃药，所以就不必我先放20cc 的水然后把这个药当把药倒进去，好，不要太多，太多的话它就一下子就还是太多了，它一下子，糟糕了，还是一下放太多了，它现在这里塞住了，你看它还化掉，等下就化了，可能就是你原先要先管子捏着，先把它摇一摇那样子。对它比较好下去，这下子怎么办呢？这下子只好用那个压进去，稍微推一下，对不对？用那个推一下，拿得到吗？没问题。不过那个我刚还没来得及洗，不过那个不脏就是了。那就之前在哪里？那个在最后面那边，之前拿来那个反抽的时候用的。你应该是拿不到。那这个要暂停一下，那只好暂停一下啦。好，等一下哈。